粉丝见面会，鼓鼓却主角变配角帮忙，这个人伴奏。压轴了，师兄。师兄，你今天你自己一个人来这边帮我站台，真的非常感谢你。开玩笑叫他师兄，原来他还真是谷谷的粉丝，只是一现身大家都觉得好像他。舞台上的是五月天阿信，谷谷见面会上的是粉丝，两个人照片拿来相比，不管是脸型、发型还是发色，这名男粉丝宛如是阿信分身，巧的是他的名字。哎，怎么称呼？石头。石头。谷谷粉丝有张明星脸，本尊的阿信最近则是要忙着张罗九月底的潮牌十周年音乐派对，除了831师弟谷谷也会共同站台，阿信还说要组新团现身，但是不想透露神秘嘉宾，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惊喜。记者万家伟、许慧美台北。